橘子上班的第一天，加油！到了，到了，要迟到了！哎呀，对不起，这只土猫没长眼睛啊 ！KK 姐也敢撞，冒冒失失的，没一点教养。你们有完没完？姐姐，对不起，没弄脏你的衣服吧？没关系，你也不是故意的。也不知道这土猫有什么本事，昨天被副总裁优先录用啊！好啦，你去上班吧。看来副总裁的早餐我得重新买一份了。副总裁的早餐，天啊，是我的错，我去买。守在门口查上班考勤，是 KK 姐。你怎么第一天上班就迟到，还带早餐进公司？不是，早餐是给副总裁带的。哟，韭菜味的包子都带进公司了，还想嫁祸给副总裁，真坏。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吗？刚刚有个黄头发小姐姐跟我说，还想扯到 KK 姐身上，亏她对你那么好。我谢了，我刚好没吃早饭。是你，副总裁，他没反复怎么样？韭菜包子我会拿到公司外面去吃，滚！被误会了，进了这个圈就不要惹事，但也不要怕事，天塌下来你都死不了。